大家好，这里是牛布拉，我是肖楠，我是鸽子。有点突然呢。今天呢，去给俺表妹送点凉粉去，走吧。今天送走的时候，给他扫了一忘。漂亮的小伞，漂亮的小伞，我不让你走。走路磨蹭步，是吧？先扫回去，对不对？咱们特别哎呀！我先摔丢了，我先冒。人冒不就是摔一跤、摔脚、摔先摔一下吗？冒不不是先摔一下，这个叫做摔。我这他昨天轻易不摔倒，还想摔丢了去。那咱们也是没答应，要不你开始应该。呀，大姐。走了啊。